你看我抠了一下，它都干了。可以，没事。你跟他们说了吗？什么？说啥？你开直播。说啦，预警了一会儿。手机在震了。消息没事儿。嗯。晚上好。晚上好呀。今天为什么我觉得光线好很多？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有点肿，我今天好肿。我今天拍抖音的时候就觉得我很肿。嗯，晚上好呀，明天再发那个，嗯，或者我下次就发了再回来。疯了吗？不行呗，很怼事儿，不好意思，不腻呀，不腻呀。今天感觉很精神，还行还行，好像没有睡。今天睡得好，还好吧。今天我们今天中午，你今天中午还睡了呢。我就20分钟，那也是睡了。而且我还是半梦半醒，还听到你刷抖音的声音。哦，那我们今天起得晚，早上。我在隔离，我出去玩了。在隔离。什么？谢谢。跑奔乐快送的1元8，谢谢。对，什么？谢谢 Universe 送的浩瀚星海，谢谢。有吃什么好吃的吗？嗯，吃了本帮，那本帮菜什么？嗯，吃了本帮菜，统称为本帮菜吗？嗯，反正就是这边。江浙的这种菜，对。谢谢你的不靠谱青年送的星空耳坠，谢谢。对，旺仔牛奶，好久没有喝到这么大罐的旺仔牛奶了，刚才在便利店看到就买了。对，苏帮菜，笑死。嗯，也可以。反正就是这边的菜了，对。晚上好。然后这边下雨嘛，对。然后就是反正在外面晃也是挺那什么的，然后就回来了，然后想开个直播。本来我们还想晃一晃的，但是今天晚上的菜没有很甜。嗯，今天晚上菜还好，因为有点改良我感觉。但是我昨天吃了那个蟹黄面是吧，蟹粉拌面，它很甜，对，超甜，甜到我只吃了1/3我就吃不下了。而且有点腥。哦，对，昨天的有点腥，今天的蟹粉豆腐就还好。嗯，对。去看书了，好的，去吧去吧。这么快？不用隔离，对。我去的是低风险地区，不用隔离。对，上海我也没有去过浦东，就去做一次核酸。真的，这已经是我。这半个月以来第四次做核酸了，我已经做了4次核酸了。对，我出去玩，所以在酒店，我出去旅游了。对，脖子好痛。晚上好，关前街芝士棒买一送一，是那种韩式芝士棒吗？不是一个人，跟朋友一起。晚上好，对。我去的是低风险地区。对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以偏概全好吗？晚上好。对啊，因为突然间就是外面下雨了，所以就回来了，不能在外面晃悠了，而且雨还有一点点大，是这两天比较大的雨。我的脖子好烦。对，哪里在查户口吗？原来我们是不是，我本来也是想今天或者是明天播的嘛，但是刚好就是回来了嘛，对，就想着今天播嘛。对，即使去旅游了还是会想着大家，来给大家直个播。对，本来想去干啥？本来想去一个咖啡厅拍拍照，一个
很适合拍照的咖啡厅。对，谢谢斯巴鲁鲁鲁鲁送的飞书传情，谢谢，谢谢 VRYQ 要送的巧克力，谢谢，谢谢墨子送的应援包，谢谢。对，而且其实对于就是现在的我来说，因为我实在是太久太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所以我其实对旅游的要求没有很高，我没有说一定要吃到那边的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去那里的什么地方打卡，一定要留下什么什么证据，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我只是希望我有一个就是放松的时间，对，就想着出去走走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说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，我就是比较随缘。对，谢谢 Universe 一送的浩瀚星海，谢谢。对，就今天也问我来着，对，问我来着，问我说，他说你好像来玩了，但是又好像没玩什么。然后我说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对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就是这种想法，就是好像也没去哪，但是也去了哪那种感觉。而且因为疫情嘛，其实很多的景点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就是繁荣，对，但是其实也是另外一番风味，对，对吧？所以我因为全年无休嘛，所以能出来玩，我已经很开心啦，对，能晃晃出来走走，放松时光，对。谢谢灰机送的喜鹊闲置，谢谢。杭州，我想去杭州，对，想去杭州，杭州也是我想要去的地方。对，出去看看新的东西。而且我拍 vlog 也比较随缘，就那种 hello 我们到这里啦，我们干嘛干嘛啊，我们干嘛干嘛，我们吃的什么什么，然后感觉就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东西。对对，反正我回去剪吧，但是我的素材已经到达了将近20分钟。对，金鸡湖去了，但好像也没有逛很多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去了成品啊，对，还有苏州中心，哦，还有苏州中心，去逛了，去买了很多衣服。不顾妹妹，顾朋友。我妹现在在学校努力学习中。来合照姐。耶，合了。不准卸妆，待会儿拍一张。啊，我眼线就是卸了。还看不出来，你没有拍照，你看那个女人，她不给我拍照。我已经拍到了。我是因为今天生气了，所以才没有拍照。彩虹刷贴我。是不是我惹你了？你不高兴，你生气了，所以不用愿意给我拍照。是哪？过分了。好吃啊！我现在，你别说这个，其实还挺好吃的。嗯。他说没有，但是他今天不愿意跟我拍照。不是，是因为我站后面正好是因为他觉得你知道吗？我衬托给你当绿叶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他昨天晚上是这样子的。我说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我们还没有拍过合照，我们拍一张合照吧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开了一下相机，他说哦，不行，我好丑，我们明天出去那里玩的时候再拍吧。我说好，你说的。然后他说好，然后呢，就去那之后呢，就没拍，今天就没拍。然后他说，就是出去那玩的时候就很适合拍照，他说他就没拍。然后后来他说吃饭的时候再拍嘛，然后我忘记了，就对，一定是我，一定是那些蚊子包惹你生气了吧？就像今天一直在被蚊子咬，他可能就是被蚊子咬的生气了，就不想跟我拍合照。对，好搞笑哦，这腮红对吧？嗯，我要来试一下这个。自己拿，哈哈，自己拿，自己。我刚买给你摆个盘来着。
对，都是借口，就是不想拍。但是他跟，但是他拍抖音了，我明天就把那条抖音发出来。打麦。而且是他主动跟我说要跟我一起拍抖音的，我已经拍了，本来今天发了，但我玩着玩着忘了。你看我的眼睛好红，看到了吗？红血丝。嗯。所以我要用那个。嗯。那也是那样。什么？那倒没有。扬州还敢去吗？扬州去什么去啊？淮安、扬州、镇江。苏州、无锡、常州，他不愿意给我拍，但是他给我拍了挺多的。哈，我这个技术还是可以的吧？不得不否认，他拍照确实很好看。你就拿手机吧，其实我手机不太行，要是给点力，说不定能拍好看。你手机还行。已经淘汰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没有查，对，我只是想跟他拍张合照。哎，我们上一张合照都是2019年总选的事情了呀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就那张拍立得。啊，拍立得？你忘了？哪张拍立得？你忘了？啊，那是握手的时候。那不是拍立得？啊，是啊。没有嘛，拍立得还在我学校呢。最好是。真的，还有思月，好像还有囧吧，还有谁？还有一个 BJ 的一个女生，但她现在已经不在了。B J 的谁啊？陈雨露啊。哦，你应该不认识。他认识啊。他跟我为啥不认识、啊？你们俩是不是因为去巡演熟的？哪有？我们俩之前在上海的时候，就之前面试的时候。哦。他可是浙江打麻将，笑死。嗯，那个老太婆很坏。是吗？采芝斋和糕点和话没什么好吃。我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彻，对，我真的是我出来玩，我真的比较随缘，对，我没有特地做攻略，毕竟就是有人带着我玩，我就不做攻略，对，有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带着玩，我就不做攻略，他带我去哪我就去哪，反正我都没去过，我就这样想。对，南京、扬州、淮安不能去，其他随意，对，我都没去这几个地方。对，没有，一直在苏南晃了，苏北你没晃。我去之前我都认真的查了它的风险，对，笑死，我并没有告诉我爸妈我出来玩了，对，然后刚才我爸问我你回广州了吗，然后我跟他说没有啊，我明天才回去。挨打。我并没有跟他说，对，我明天就回去，对，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总选结束，他并不知道我的行程，他问我，反正去完回去告诉他也不会怎么样。对，我做核酸啦，我今天做了核酸，我回去会再做核酸的。对，发现挺好看的。我已经怎么说呢？半个月以来做5次核酸。对，我8号做了一次核酸，然后今天做了一次。哇，这个是认真的吗？不是啊，它上去可能就不太一样，你可以上面也。啊，我的妈呀！其实你可以，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可以拿气囊巾把你眼睛那卸掉，然后你再补个妆。对对对。打扰了，这太吓人了。对。你把那张拿了吗？好。那今天怎么还要做？因为明天要回去了呀。明天要回去的话就要做核酸，在这边先。明天要 go home 了。对，明天要就要做核酸，然后回广州会再做的。对，保证我自己48小时有效。对，我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次核酸了。对啊，没有隔离。我在吃桃酥。对，赶来江苏也是很勇敢，但是这边我就是查过这边比较安全，对，所以才来的，而且主要是这几天也没有工作嘛，如果我这几天不出来的话，我会后悔的，对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出来玩，对，然后刚好就是有朋友在这边嘛，然后他
在这边的话又刚好是低风险，所以才来的。对，我真的是查过了才来的。对，谢谢 Les 送的32个应援棒，谢谢。对，江南，对对对，我去的就是江南。对，我可喜欢江南了，我好喜欢这边的这边的建筑，江南这种风格好喜欢，我太喜欢江南了，想在这住。谢谢这位想睡觉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对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真的是查过了，以及我并没有就是并没有接触到什么东西。对对，大家请放心，而且我有做核酸，我每48小时就去做一次核酸。对，安全的很。对，晚上好，我真的好喜欢江南啊，就是这种氛围，有种很宜居。对，而且这两天又是有下雨嘛，有那种江南这种毛毛细雨的那种感觉，哇！然后就这种去那种古镇啊，什么就是那种园林，说哇，好浪漫。书生气很重。对，感觉穿个旗袍，然后撑个那种油纸伞，哇哦，对，喜欢。对，主要是因为疫情也没什么人，就这种氛围特别浓烈。对，今天也还好了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雨。对，烟雨蒙蒙，小桥流水。对，没有旗袍照片，就是我本来说我是不是说想买一件然后去拍照的，但是后来还是没有买。对对，有这个想法但没去实现。对，他们觉得卡哇伊，就那个白色的裙子。现在外面雨是有点大，但是今天白天还行，就是那种淅淅沥沥一点点一点点。谢谢日日想睡觉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对，放心吧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对，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。对，已经结束了。不是大雨，我说白天今没有大雨。今天广州不能回去吗？对，我现在就是期待，希望我明天能够顺利的回去，担心会好的，会好的。主要是周五还有工作得回去啊。对，广州没什么疫情，广州没啥，但是广州也管得严。主要是现在就大家得都重视起来吧。对，广州没有病例，低风险。对，周五就有工作了。是啊，就周五有工作而已，放心吧。请假多玩两天，不，对，我都拖着我朋友在玩了一个星期，没有一个星期吧，1、2、3、4天。5天，周天加上星期天，周天，对，星期天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，加上今天就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满足了。下次我们换个地方，好，可以。下次去你家，可以。毕竟我很想去的也是你家，哦，是不是因为你家去不了吗？你家封了。对，你们家那危险。那可真是太危险了，去不了，去不了。我们家景区，你想你住那儿也行，但是我们家景区封了。我一定要去你那里吃面。喂妈，打份面来。广州最近雨好大，确实，在这边有逃过，感谢。什么？成员一个也没感染，证明长得漂亮，免疫力也比较高。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是我们平时运动量达标，免疫力很好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说。对，毕竟跳过人真的。大地色系会消气消肿。对啊，这样色很肿，橘色很肿，是吧？嗯。以后我可以试试大地色，你只要不涂那么黑就可以了，稍微调调。什么表白什么呀，已经要见鸡鸭掌了吗？什么鬼。给你橘色才显肿。这个哎，这两个不错。用完了这还不错的，这个对吧？
是我没有地方放了。打扰你的，那放卸妆了，我眼睛都红了。那个，这还不错。大地色，大地色比较，我是大地色比较适合。对，晚上好。对，未雨绸缪，关闭娱乐场所。对，嗯，是的，餐桌都关了。口红吗？口红是那种枫糖色。放着放着，这边衣服好看吗？新买的，苏州中心买的，新买的衣服。SPOR 呢？谁？是念 SPOR 吗？这不是这样念吧？不知道啊。嗯。S P A O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短的，那个还长一点就好。这个。对。蛮小了。有点吧。它是其肩线是那个对的，差不多。感觉。可能是翘边。可能是这个毛衣偏大吧，宽松吧。我已经买了 S 了。假两件，不是不是，里面是另外一件叠穿。对，叠穿，就是背心是新买的，里面那件不是，里面那件是我自己的。哎，那我很巧啊，这是我自己带的嘛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我就很巧的带这件衣服，刚好可以配着。不热吗？不热啊，说来有点冷。酒店的空调真冷。我开了24。谢谢猫喜家送的旺仔牛奶。是吧，这个 SPO 的衣服真的很不错。我在 SPO 买了好多件啊，我买了3件 T 恤，买了2条裙子，买了一件上衣，一件背心毛衣，是吧？嗯，对，没有错，买了好多。果然是有了就开始疯狂购物了。我在上海也没买什么衣服，主要是我说有这家店。哦对，他速速给我开回广州。我们成员都很喜欢那家店，至少包安飞都很喜欢这个店。对，包安飞没有冰。冰不一定，对，冰看情况的，但是包安飞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店。要不你们仨合开一个怎么样，考虑一下。真的，而且那么更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吴雨霏以前甚至不知道这家店广州有，然后后来有一次去上海，就去年去上海逛的时候，他说哇哦，这个店好喜欢啊。我说他以前就在广州你不知道吗？然后我以为说啊我不知道，我说就在江南西啊。他说啊我没注意耶。然后我说太可惜了，他已经搬走了，然后你才喜欢上这家店。对，什么，有没有人合伙想在广州开个加盟店？对啊，我就说他真的就搬出去广州了，打扰了。好像现在也要搬出这边。哟，所以我现在都只能去外省的时候去逛逛这家店。有，我上次去武汉也有缘碰吧。对，我上次去武汉也逛了这个店。对，主要是网购跟那个什么，跟线下逛是不一样的。对。对啊，海珠富丽海珠城的那个就早就撤了，前两年就撤掉了。但我以前也很喜欢逛那家店啊，不是因为疫情关的，它好早之前就关了，它跟疫情前就关了，它19年的时候就关了好像。我有关注他们家的官方啊，但是感觉不一样。不是一样的价钱，没有区别。对，真的没有区别。有时候反而线下还有多一点折扣呢。对，线下折扣还说不定多一点。对，真的很好看这个衣服。晚上好。又在亲姑的歌。对，哇，谢谢
JOVNTJS 送的一元棒，谢谢，晚上好。谢谢 JOVNTJS 送的一元棒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。谢谢 JOVNTJS 送的一元棒，谢谢。好饱哦，还没消化呢。喝这个酸奶。对，他们好像解散了。今晚上吃的很饱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嗯，好的。哦。是吗？要换公司吗？不知道，之前听说他们要解散了，希望不要吧。谢谢瑞瑞想睡觉送的玫瑰花，谢谢。今天的饭还是很不错的。对，我之前都吃了些啥呢？让我想想，吃了蟹粉面，吃了，还吃了什么？吃了，今天晚上是不是我这几天吃的最好的一顿？还好吧，反正前两天我们吃的也挺多的。前两天吃什么呀？不记得了。啊，就我也忘了。感觉今天是吃最好的。好喝。朋友，不是小飞，小飞在广州。SPO 是韩国叫什么？这个我没太了解过。这个很香，这个是护西河是吗？嗯，护西河的桃酥，椒盐桃酥。卢西河？那不是那。卢是吗？卢溪河是卢字吗？好不好写卢溪河？这不是上海的那个户吧？哦，卢溪河，对，就他，卢溪河，不好意思。他给我听的怎么有点别扭呢？嗯，咸的吗？咸甜咸甜的，椒盐味，好喝。好冷，我给你开高点。这24，我开了26，好吗？嗯，我本来也不是学霸，都说了不要给我挂这样的标签。什么？怎样的包包？我不急，晚上好。笑死！有一天跟方琦出去，上午出去吧，还是回来不记得了。然后我当时一边走进酒店一边说什么，说英文，反正唱歌还是怎么的，在念那一句，然后当时方琦挽着我的手，你英文好差哦。我当时我说确实除了数学我英语就挺差的。我承认。谢谢吃包小韩送的旺仔牛奶。
我不记得我那天说什么了。那就去写作业。怎么大家都觉得我吃东西很香，是不是？我在吃桃酥，椒盐味的桃酥。白是因为光，把灯关了就不白了。看，白吗？对，出去玩了。出去转转，快乐的什么鬼啊？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，真的第一个。我的快递都已经到广州了，然后我人还没回去。第二个吗？是吗？我不管，这就是第一个。这是第二个。你不用哦，你不能用。我还想说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为什么？但是你不是都还没卸吗？我可以服护甲的。可以。哎，没事，我无所谓。晚上好。对。嗯。旁边是朋友，一个不愿意露脸的朋友。因为我卸了妆，怕吓他们。这个 ID 要怎么念？这个字好像都很熟悉，但我又不会念。哪个？我没戴眼镜。曹敏，这是玉字吗？不行，不念不行。现在立刻马上去搜，不行。안돼그러게안돼玉玉玉是第四声吗？玉第一个呢？敏玉玉玉送的旺仔牛奶。嘿嘿，哎，团外朋友，曾经团内朋友，现已团外，现在是团外朋友。谢谢郑验证金涵送的音乐棒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种学渣是这个样子的，对，就是不太，不太对，你知道，你懂吧？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对，文化有限，公司啊，你知道吧？文化有限是这个样子，不好意思，献丑了大家。完了完了。问是谁的，肯定都没有看我前两天的直播吧？没事，反正我们以前在中泰也见过你旁边那位。中泰啊，以前在中泰，我以为在中心呢，反应吓死我了。谢谢我爱美女送的香水，对，文化有限，没有底线。为什么人家这么画这么好看呢？你看，就同样一个盘。你看他怎么画的，你照着他画的吗？他这一个图啊，你去看看。你去小红书搜搜吧。什么？
这把改名字不带文化有限了，什么呀？我可是在北京见过你旁边的，我也笑死了。你不是去巡演了吗？啊、哦，我们三角函数巡演吗？在北京 ？Yes， 我就去过一次北京，不够吗？那时候还有好羡慕啊！你们那时候去北京，那时候还有优糖呢。谢谢名字很复杂的和李仁旭送的星光耳坠，谢谢。他知道中泰是啥呀？他曾经不就是吗 ？MC 还清唱了。记得好清楚啊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？吓到了，吓到了。对，是的，存下来，把这个图存下来，去小红书看别人怎么画就好。这不就在这儿啊？你看，画的还不错呢，还可以，但它好闪啊，感觉。因为还用闪光灯拍啊。哦，好吧，哎，果然人家博主就是这样式的，他还都记得清楚。前推太好笑了吧，真的吗？完了，我卸了妆了，打扰了。没事，明天抖音见大家。太吓人了，要艾特你吗？抖音不打妹哦。对啊，唱歌确实很好，说你唱功很好，所以才会记得那么深刻。现在废了，还好啊，现在。我现在不唱歌了。你平时不会哼啊？哼归哼，那不叫系统训练。有被内涵到。你们现在上课，我又不上课。你又不是没上过。我上过几个月。好的，好好学习，拜拜。什么旺仔牛奶喝出喝啤酒的感觉？你要把它干了吗？干了。好甜。哎呀，疯了！快了二七哦，二七度。等一下，今天是十一号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我今天要发微博才行。喂，什么？能？我今天要去发一条微博才够。完了，你的 KPI 是吗？嗯。哎，你们可真难。晚上好。像我爸爸也能忘记这个仔。每天都要为 KPI 努力。要发，今天晚上要发。你修了吗？没呢。今天还拍了一堆呢。快点，你粉丝等着看呢。我没修呢，晚点修。你修图，你不修也可以，也可以的。不行。你的修图就是调个色而已。谢谢我爱美女送的星光耳坠。那也很重要，好吗？什么也很重要？修图吗？嗯，调个色而已，要调亮一点。哎呀妈呀！让航晨晨修图，不是加个滤镜，拉个磨皮，调个色。对，没错，被你说中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我那也叫修图啊，那也叫修图好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把你前两天就是发出去的那个图，跟我手机拍的原图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没什么区别，还不如有，就是白了一点，亮了一点，磨了一点皮，挑点痘痘。这样不算修图吗？连眼睛什么都没有修，这样怎么修啊？他们不是还会什么放大眼睛瘦瘦脸？我还放大眼睛啊！黄春都不瘦脸的，黄春直接出瘦脸，瘦脸我会推瘦脸的。人家还会就是修修衣服啊，什么纹理之类的，你都不会，直接出。唉，惆怅啊。
人家修个图半小时，你修个图两分钟不到。受理啊，我肿，我肿，我要受理。你不肿。我肿，我今天可肿了。还好吧，我感觉都一样。没有天生丽质，还是要修图的啦。不要这样催我，我受不了。这样子会让大家对我有误解，还是需要修图的哈。哎呀，原图直出比修完好看，不就是美女吗？有这种事情存在？有这种事情存在吗？哎，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你觉得修的好看，大家修的如何呢？没有害羞，没有害羞，哎呀，没有害羞。我说，哼，被发现了，哈哈。我激动啊！是吗？我吗？没有害羞，这是承认，没有没有。不可能，我说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就红眼，我就脸红了。对，在外面，不在广州。再说我就去再看一块。什么东西？没有了，就这一罐，刚买的。我的水是不是在这里面？哪里没有啊？那里没水。那我还有一瓶水呢。在你后面啊。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两个都是你的，因为我昨天开那个已经被我喝掉了。我说你在这干嘛呢？那你说我能干嘛呢？这不是在好，听一听，挺不错的，熟了，嗯，这瓜熟了，是的，挺不错的，让我听听，他们听不到，包熟，对，他们听不到，什么东西？几分熟，说就是包熟，对，包熟，对，觉得好帅怎么办？什么觉得好帅？好帅？我在等你的视线。笑死！说一件事，就是今天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，就是如果单喊一个字“包”，我就总会觉得在叫我。会有这样的误解，你知道吗？刚才的动作，就是拍肚子吗？刚才什么动作？我刚才做什么动作了？我没看到你啊。我背着包，然后喊一声包，我会觉得还在叫我，而不是想要拿，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想要那个包。不过我的同学他也叫包包。然后我之前就说我想买包包，他说那然后那个朋友说那你直接过来不就让他直接过来不就好了。我好多称呼的嘞，包老忙了，对，老忙了，什么小黄、泱泱、包、阿包、包包。你还是叫我比较多全名吧，我不想这样。咦，阴怪，太吓人了，太搞笑了。阴怪，你确实是叫我全名比较多。对啊，我不喜欢叫别人。对啊，不习惯。
是海王。喝水的动作，因为你要把它干了吗？我没有喝水吗？ N2 也有个成员叫包，我知道啊。哪个？胡小慧。哦，他就叫包子，不是吗？包，他就叫包。谁叫我楚楚？不可能有人叫我楚楚。楚楚，我有一个楚楚，不好吧？没有回呢。楚楚叫你楚楚，不好吧？楚楚，哪里有元气哪里就有。什么鬼？那个。catch free， 对。哦。这个我懂得很。这个狗狗超级可爱。对。西高地。哎呀，那可可爱了。也没人叫许楚文叫楚楚，但有人叫许楚文叫文文。那他的那他的昵称是什么？许楚文吗？嗯。他叫许蠢。因为叫许蠢是对。文文文文哥哥，嗯，楚文哥哥，那是妹妹叫了吧？笑死！什么？我懂，我当然懂啊。黄楚英没有什么不懂的。抢答了。什么？他跳拉链你也跳吧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他跟谁跳呢。谁？这不重要，不要问。不是，是说他吗？不是不是，谁跳拉链？没有谁，没有谁，棒吗？棒，不要想。你跳拉链吗？不跳。拉链。拉开背后的拉链。你应该跳过吧？笑死。是这样吗？啊，没有跳过，没有跳过，怎么可能跳过？没有跳过。我等一下就立马搜一下。太懂了，救命！什么鬼啊？这有什么？这很容易刷到啊。什么东西很容易刷到？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啊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就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啊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没事，他们只是说起来了。哦，好吧。怎么可能互关？想什么呢？对，怎么会刷到？偶然，对，偶然。毕竟关于都是关于这些东西的吧。偶然，不是卧底，项链是皇冠，对呀、啊，这是我在迪士尼买的项链，对。嗯，看不出啊。本来想要去迪士尼的话要再买一些饰品的，但是这次没有这个打算去，下次吧，下次。我真的没有跳过拉链，怎么会呢？对，你竟然没有跳过拉链？为什么又竟然？我以为你们都会跳的。有误解。嗨。你这样会叫他文文哥哥？不是，只是，就是说，对，说有这个称呼，我不叫他文文哥哥。我叫他许楚文，我不叫他这个昵称呼。什么？什么？他跳过好几次，确实，对他确实跳过。尝试一下，下次，下次。咋叫罗寒月？寒月。清纯学霸，清纯就那个吧，学霸就算了吧，好吗？这就不太，罗老师叫莎莎，对，叫莎莎，莎莎，我们莎莎，对，就是罗涵月好像那个莎莎，就是那个可爱版的鲨鱼的那个动画，你一定要去看，超像，我给你看。莎莎真的超像的，一旦你接受了这个设定，你就会觉得很像。对，啊，莎莎，
上树实时。去蓝月插画。沙沙沙什么呀？什么时候的消息我怎么不知道？晚上好。我找不到。怎么找不到那个动图？被封了吗？不是，是吗？红血丝，我不困啊，我就是最近可能对，睡得不是很好，就是睡得不够吧。你看像不像罗涵月？就是那种有一丢丢很像的感觉，你去看那种对比图，超像。对，有那么一丢丢，对吧？你也觉得很像莎莎，对不对？有那么一点点，就是眉眼，就是眼睛那边。嗯。他自己认为像吗？我就是在超话里看的。谢谢精灵耳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可以，我之前看那个动图真的是太像了，笑的我。对呀、啊，在外面找不到了，算了，放弃了。莎莎，什么呀？莎莎，反正我之前就看到了。对，别抠了，给它刮下来。好痒，太痒了。记什么呀？打点滴。我今天，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，对，老高冷了，高冷，我就是高冷本冷，笑什么笑？不准笑！可能播到几点呢？播到几点呢？9:30吧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我手机30%了。
什么说冷的时候，冷，对，冷是有点冷了。嗯，我都开了27了，对，关机就关直播，不会，我20%我就会关直播，也可能会提起，对，如果没的话就9:30，对，要不就是20%，要不就是9:30，现在是30%。看，我没涂，我把它抠了，抠了。这个颜色跟那个好像啊。嗯，但是有点淡。晚上好，干饭小黄人。好，我刚刚只看到干饭小黄，我觉得你在说我。干饭小黄就是我，干饭小黄，我就是干饭小黄。在干什么？干饭小，干饭小包。什么？今天好亢奋，倒没有。对，可能是今天吃的好，吃的好，然后也睡了一会儿，眯了一会儿，然后精神满满。干饭小英，干饭小黄，干饭小包。你的昵称好，我吃饱了，我现在饱着呢，我吃饱了。对，你是老黄了。对，明天回。干饭小黄，但是干饭小包听起来可爱点，是吧？干饭小包。干饭小包。呜呼。呜呼，好玩吗？芜湖吗？嗯，还可以。是怎么样？有照片吗？没有，我只去了游乐场。芜湖就是一个小城市吧，因为我只去了2天。干饭，对，干饭。哦。芜湖不是个语气词吗？芜湖是一个地方，它叫芜湖。芜湖，对，它叫芜湖。芜湖是个语气词。对，芜湖，安徽芜湖。耶、方特还可以，你是去方特吗？是的。好玩吗？还行，挺大的吧。谢谢肥牛，又手又不扭送的飞书传情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。什么？俺女儿要是像包包一样爱干饭，就不喊，就不愁了。你的女儿不会是我监督的那个吧？今天。额外可爱啊！今天可能比较兴奋，是咩？芜湖打车很便宜，是真的吗？唉，我也没记，因为我已经很久之前去的了。合肥，合肥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最近打车很便宜，可能是近吧。最近，对，因为我还买了优惠券。心头一远，看包包的头就更小了，小，包包头小，头小，哈，灰灰吃饭比我可积极多了哈。他可比我积极。张家辉吗？不是，张舒宇，他叫灰灰，后辈。吴雨霏，我一般没有人叫他张大辉。为什么？
一般都叫小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喜欢叫。他不喜欢那个名字是吗？不知道啊，他开除费还有啊。贝雷帽，贝雷帽，嗯，贝雷帽。谢谢 ，biu biu biu， 一二三四五六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小飞也不怎么爱吃饭，他要是吃，他可能吃的很多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吴雨飞，大家不可以叫我大大飞，对，他的自我介绍。那我就说他。但可以叫我小飞。所以我说是不是不喜欢叫他那个？没有啊，他自我介绍里有，他可能只是大家平时不会叫他这个吧。哦，大大飞，听着很奇怪呀。可以叫他什么？我，哦，吴大队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反应了一下，说这四个字母老熟悉了嘞，但是一时间想不出来是什么。我现在有六条抖音了耶，我这个月的库存都有了。哎，你以后有什么合适的拍的，记得发给我。哼，这个人简直了。哎，不是你们上次说的吗？对啊，我就感觉我见过，对。怎么你见过？微博，我想发点新鲜的。对，我等会儿就去。但是你们每次不趁热发，等到你把这六条发完，然后这一个发完，你的那个已经就这不是 KPI， 你一个星期只能发两条，不能发多吗？能发多，那你下次没有了怎么办？那就每天拍呀。啊，不是每天，那也要找到合适的呀。好吧，要是 vlog 也有 KPI 就好。但是我最近挺多 vlog 的，我这次拍了 vlog， 可以分两期呢。对，然后回家也会有啊。对啊，四个了。那什么时候剪呢？明天就剪嘛，我都是剪很，我明天来放事儿，是这样吗？不，我好多素材，我今天还录了自己吃酸菜鱼。我看到了，录了20分哟。洗手。什么？宝马。哎呦！我明天就努力的剪，我明天就努力。我等会儿就努力 P 个图发个微博好吗？要不等会儿把抖音也一块发了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要不等会儿把抖音也一块发了吧。 No。 好的，明天再发。你就不能分开来敢妹哦。不行，今天要发，不然我就发不够五条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能一天两条呢？一天两条也只能算一天一条，一天最多只能算一条，不论你发多少条都。好吧。唉，真难。发一个什么？打没有？那就今天，反正后面几天都会发微博的，然后抖音明天更一条吧。小红书也可以明天更啊。每天都会看见漂亮女人，会的会的，回家了也会有图的。喂，星期五，哦，哎呦，我还得，
什么？听说有小锅。嗯，就在这儿，就在旁边。他是你以前的粉丝吗？你看看，我没有戴眼镜哎，哪里啊？嗯，是，嗯，太幸福了吧？怎么了吗？不是，是感谢我，快来感谢我，快来感谢我，感谢我，感谢我。太吓人了你！你记性不错，不是我，只是问问他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这么问，那肯定是。哦哦哦，好吧。正常来说，正常来说是不是怎么说呢？对，大家来都不会问这种问题嘛，对吧？他一来，冲着你来了。在地来的地界，晚上好，对。或者是就那种，但是他一来就说听说有小锅，这直奔主题呀、啊。嗯，对，好搞笑，对吧？视力好，戴了眼镜啊。谁？我吗？你？我戴了。是的，你看他很可爱。嗯，这狗狗很可爱，西高地。嗯，我记忆力一直都很好，真的，就是记仇那种记忆力。不是，对，戴了美瞳啊。那你试试，你怎么不试试呢？你什么试试啊？隐形啊？那个的度数太高了，这50度还好吧？有点晕，不能戴那太高，然后不然就会有依赖性。小本本吗？嗯。大概或许，嗯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本本了，笑死，当场就爆了吧，别提的行为。嗯，我考虑考虑。这仇我记下了。死海的名字本本笑死，继续是真实才樱桃牌哦，这两排拍那个了吗？哪个？就是那个化妆的那个、哦、啊，你可以录这个。我想的话，哎，这是练习版耶、yeah, 这里也有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个风格好看。哦哦，你像大小小的的的的的，我觉得这个还行，这个比较高清。我有直拍，我下载了直拍，可以。哦哦，哈西坡，哪有伞呀？帕罗南亚啊，帕罗南亚是我呀，是这样吗？还剩22%。哦呦，我的企业在叫。被洗脑，对。哦哦哦，得得得得。谢谢胡椒用户不带服去送的浩瀚星海，谢谢。我今天打哈欠很少，快一个半小时了，才7个。对，鼓掌，很不错。哦塞，啊，8个。
开始了吗？什么开始了 ？Until 又是有周围太好笑了。嗯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是我今天做的。哎，摁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就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弄得那个。看到吗？哦，就是它这样夹得稳吗？像我们这种发量那么多的，不是啊，它只是夹在那个缝里面，你看。但是它有扎吗？它有扎，它先扎好，哦，它没扎，但是那个博主他是先扎好一个马尾，然后再就是再夹。前天不是破50了吗？没有吧，还没破呢吧。猫咪马达语发财。20分关吧，刚好20%了。你就1分钟。因为手机只剩20%了。好，到点了。你开了多久就没了？瞬间。我开了1个多小时了。真的吗？我8:02开的吧，02:03开的。拜拜。明天不知道播，如果播的话会告诉大家的。对，拜拜拜拜，提前晚安，拜拜拜拜拜拜来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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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